内塞差一步进前排侧的话，我觉得队伍里面可能就是缺少一点韧性嘛，第五把有点没啃下来，就有点可惜。我觉得相比于春季赛的话，夏季赛我们可能更团队了一点吧，当然是现在比较团队一点，赛季初的时候还是没那么团队的。季后赛的展望就是先赢下第一轮，确定漫画赛的资格，然后再努力往前四拿个副甲，再往世界赛方面去冲。永恩搬掉了，那这样右边也半小炮的情况下 ，EDG 还是选择先锁勒弗兰，而 OMG 想置换的是霞加卡莎。霞加卡莎，这个 Creme 之前用了卡莎中单，他牛头更肉嘛，打团，因为奎桑提、波比算是三前排的阵容，但曙光打线的优势会更大。是想要线权，所以选择了更加激进的刘娜。两边打野都要见面了啊！二级阿 K 壁咚打结节，结节直接交闪躲虚空锁敌。Q 和 W 只能闪现交出来躲掉。哇，阿 K 的怪反蹲，上路一闪，还差一下 ，W 伤害差了一下普攻，就差一丝血，还是能把自己的红 buff 保下来的。阿 K 刚刚的那个怪路线啊，他是 F6 加十甲虫，突然来下路这边反蹲，看下路这边也打出了一个线上的一个搏火，先打出 Mako 的闪现之后 ，PPK 这个位置也很危险，交出闪现躲开了这个夹子，交出治疗，最后一下致命节奏 A 不出来，前炮形态不够距离，被防御塔打了一下之后 ，W 没得命中，他倒钩也没得命中，这边反倒是 A 不，最后一下 A 出来、哎、，A 闪，一血由 A 不拿下，而且主要是多了个治疗啊。这个治疗的血线掉起来，让 PP 尬的没能被击杀掉，而阿 K 这个位置又来找结节的麻烦。Q3 蹬回来，两边上路跟打野各自捉对厮杀，结节没闪的这个位置，结节这个位置很危险。二段 Q 没能命中，这样的话结节是回塔下，成功逃脱。各自为阵，就可以回家直接再踢出来，再看这波。这波第一时间感觉 PP 尬的卖的有点深了。但后续的话，正好是卖了有点深之后，勾引了 EDG 的双人组赶过来，往前追到底。主要是升三级的瞬间选择出手，但是伤害方面的话，其实 EDG 这边更高，但是问题是右边压了手治疗，而 U 在跟闪了之后，因为是一个机枪形态，在切炮形态之后完全 A 不到了，对，来不及了，就差一点点身位。因为尬的最后那个血量只有8滴，是在后续转一个平 A， 也差一下啊，这一波也是非常惊险哦。但这样的话，看阿 K 这个位置，他可能会闪现出来交易吗？如果阿乐把自己的反击风暴或者 Q 能交的话，在这个位置 Q3 蹬完，阿 K 真的闪现来了。这个位置顶到两杀，他还是、阿乐升6级了，这波阿乐能1打2，闪现拿下双杀。这波阿乐又站出来了，阿乐今天的状态真的顶级啊！好冷静啊！刚刚那波，但这波过来又壁咚到了 Mako， 但是谁能跟呢？小奶油这个位置选择力冲把他上来，但是阿 K 已经被秒了。阿 K 到现在为止应该只有一个3级，选择闪现跟上来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最后一下地下打不爆了。但 U 在这个边被一个天体阵指到，交进化解了 Q， 但下一个 Q 技能马上就要好，这波 U 在应该是要倒了，走不太了了。由 OMG 拿下了乌兹的人头，是3级好久了。阿 K 是纯自爆式的一个路线哦。看一下细评一下阿乐的一个操作，接 Q3 A 出来，这一下主要是来自于小兵这一波怎么说 ？W 把 E 技能推了回去，刚好把一个远程小兵给击杀了之后 ，W A 死3级哥升6级，是，而且反击风暴是晕2个，是，这个反击风暴太持久了呀。回身在一个 W 拿下双杀，我血量和自己的赚太多，他基本上没有亏线，但是要稳住。Mako这里有闪现的，被天顶之刃命中，打出了一个冰川征服减速带 B 闪。阿乐这边是有 TP 的，阿 K 过来想抢，如果抡走结节有机会了，接盘了！哇，好自然，这个走过来冷静的一个大招，锤走结。再看一下上一波，海克斯闪下来的阿 K， 直接就这么腿过来了。杰杰这边也意识到了呀，但是 Q 想 Q 走没有拉开啊，博弈了一下，其实是。杰杰出来直接看到阿 K 壁咚上墙之后 ，PP 尬的过来了，曙光指到，还有一个钩子，好像能保护住杰杰啊。但是武器大师来了，武器大师一技能晕2个，再交大招再命中2人 ，A 波这个位置交闪往后走，这边的话看一下阿 K 选择闪现回推，要保自家 AD， 这波阿乐还要追，但这边的话同样的趁机哥也来了，被一个勾到，但这边的话哇小奶油过来，虚空锁敌的。大师。 这种面集团了，每一口这个位置挺危险的、哦，但是 OMG 第一时间也没选择对他动手，想勾一下阿 K， 但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危险。W 往里顶，没选择打起来。这边的话，两边辅助先交手了 ，PP 大的吃了一个极品寒玉，直接倒地，而且在中期冲到后方两人，这边的一个大锤锤走了 UZI， 而且壁咚到了这边的 Mako 被直接被手本的飞上来的一个卡萨直接带走，但同样的一个超巨死飞呢也带走了这边的 Able， 闪现过去 W 被小奶油利用风车的加速给直接挪开，后续还想追吗？ 这边阿 K 也在被追击，最后一下炮形态的 UZI 拿下了3杀，而阿 K 也被粘住 ，W 砍上4杀，世界聚焦于你。哇，这对刚 Able 的大招还没转好。上路方面的话，想动山鸡哥吗？山鸡哥这个位置，想强拆之后再越吗？有 Q3 大部支援位移小兵走这边的话，深海冲击给上，再接上反击风暴的眩晕控制链控的死死的，山鸡哥的傲然雄姿没能放出来，直接倒地。 而这边的话，看一下 Fofo 跟杰杰一波汇合，命中 PP 大的 PP 大交闪拉开链子。小奶油出来是直接想去清线，把这个线顶出去，不让这个中塔掉掉。哎，壁咚上来的阿 K 这个位置的话，哎，没狗勾上去了，被一个极品风弹挡了一下，但同样的阿 K 也被一个极品寒玉直接甩出了一个大招，啊，甩出了一个闪现 ，PP 大这个位置一丝血被带海妖的一下，直接炮形态 A 死。 这个位置会很快，暴力博士直接打的，打得很快，针眼直接插下去。右边野辅身上还有3个针眼，但是打的一个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，已经4000血左右了。阿 K 有机会下去抢吗？阿 K 这个位置下去了，直接阿 K 抢到了 ，UZI 还被屠了，但这个位置哇，小奶油拼死换掉了 UZI。啊，后续的话，阿 K 是卖掉了阿 K 了。再看一下这一波，看一下阿 K 的位置。 而且主要是虚空锁敌命中了 UZI 之后，小奶油就盘算着我要不要下去去跟对方做一波交换的一个想法。抢龙的一瞬间 ，RWQAE 他卡了个双 W， 他第一个 W 命中，等了第二个 W 的 CD 打过去，然后再放 W，A 出了那一下，死之前 A 出了一个被动。嗯，这波空一个 W 都单切不了。哇，这波 EDG 亏晕。 而正面让阿乐去骚扰其他人，则要保住物资啊！这个金特斯还是很肥，感觉要拼逞的样子，要拼逞了吗？这边看一下，阿皮又拿到这个惩戒，但是打败了我下一个武器大师，晕到了4个人，开启晋升，武器大师直接摧毁了后排，而且喜来跳战，看这一波 Able 的倒钩也拉得不错，两边做了第一波的1换2，而后续 Able 还被阿乐粘住，阿乐这一波力挽狂澜，进去限制到了后方的所有人，加哎，山鸡哥在绕。 山鸡哥这个位置 ，UZI 还被 W 命中了，这一波 UZI 的位置非常的危险，我带过来了，先带过来了，闪现边的胶锤直接倒，但后续的话应该也没法留人。小奶油的发挥这么的亮眼，再看一下这一波，是卡了一个视野，山鸡哥蓝视频没有照到啊，悄咪咪的摸到了后方，刚摸到，并且虚空锁敌又锁身上了。 其实说实话，在虚空锁敌命中的那一刹那就很危险了。对我感觉，其实对于金克斯来讲，已经是一个操作难度非常高的一波了。随时两边都可能会开，选择了 E 技能上来，每一口交闪往后走，两边再次拉大，一口扣上来，深海冲击往后走。这边的话看一下，阿 K 一个抡大锤也被 EDG 给躲开。这个位置看一下吧 ，EDG 要先提供大龙坑内的视野才行。阿乐来到一个正上方。 状态来讲，EDG 更满一些。姐姐拱了上去，高逼出来 ，Able 这边暴风雨刃，山鸡已经半血了，阿乐来了，阿乐这个位置被逼咚了，阿乐这个位置还有金山，金山交了出来，这边打了起来，卡风的这个位置选择了模拟冰冻回到原地，没口又切了进去，这边看一下姐姐一拱了进去之后，两边打成一团，这边的话切想先击杀没口，没口倒地，山鸡哥1300没能成功，后续玩 UZI 这个位置差一点带走一人，成功的击杀一人中，哦，W 命中锁敌，物资被带走，再一个 W， 风风小组被扭开，打出。 正面的话 ，EDG 的众人刚复活 ，AD 离得太远 ，EDG 可能需要4v4打一波。这边怎么说？龙的归属，阿 K 稳稳撑下。后续阿乐在岸上，阿乐在后面有点危险，要赶紧走。但是有风龙魂跑得很快 ，W 命中了。小奶油这个6手本能会出手吗？应该不会，要出手吗？出手，但是有反击风暴的存在，不好切阿乐。W 马上好了，还可以继续 poke。第二个 W 好像没中，正面 PP 杠。长线来讲的话，还是风龙魂是优势的。 这波再来看一下，大家都在操作。第一时间 ，OMG 的一个血线被 Fofo 已经破得很残了。哇，阿 K 这个爆裂果实好，主要打这个占卜花朵好关键啊。嗯，不然后方草丛其实没视野的，他那个占卜花朵刚好给到阿乐视野，然后他的这个壁咚才能出手。然后 Able 也是个一闪，把杰杰的闪现打出来了。而这边山鸡哥孤军深入，后方 UZI 这一波刚刚启动，虚空锁敌啊！哇，刚好卡到了 UZI 放 W 的，完全，但虚空锁敌更长呀。远程对狙，怎么说？杰杰又粘到了一个大招，先命中 PP 尬的 ，PP 尬的又吃了一发超巨死飞弹。我们只想要保着后排先走，这边的话一个倒钩拉了杰杰半血左右，闪冲击出手要命中后方 A 斗，对面的话阿 K 被留了下来 ，A 斗这个暴风雨还捏在手里，还要拉打吗？ 屁股先锋加 W 全员往后拉，链子链到了 Able， 阿乐要上吗？没选择上，骗出了暴风雨人。有 TP 绕后，直接绕后了。胡家乐的 TP 绕后被皮鲁先锋先挡住第一波，阿乐选择先拉扯撤退，后续生产冲击冲起了前排。皮皮卡的这个位置大概半血左右，阿乐也有半血。这边的话，皮皮卡想要交出太阳，要半场拉扯，成功的阻断了对方的追击。一丝血拉，吃一个蜜饯果实回点血量。两边都在慢慢 poke。阿乐的位置，阿乐还是准备绕后有眼，被视野看到。正面一勾勾阿 K， 两边要狭路相逢，勇者胜了。这边开的疾病还有命中阿 K， 阿 K 选择闪现上岸逼到这边的阿乐，阿乐开出了。 神鬼之板甲跳斩队友，选择后撤。姐姐挡一下！哎，快进来！小奶油，关键时刻出现了巨大失误。后面的车重击 A 刀 ，A 刀就是暴风雨人，他往倒钩，跟小奶油一刀 ，OMG 溃不成军 ，EDG 要往前推进，这把比赛要来到第5局了，要来到决胜局了。 哇，这关键时候激进，太激进了！小奶油的实在太激进了呀！这波真的对于选手来说，我觉得鏖战到现在确实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没稳住，很可惜。对于 OMG， 对于小奶油来说，但是这一把比赛的胜利要归属于 EDG， 而两个队伍的最终决胜将会由第5局决定谁能保下这一次参加区域资格赛的资格。要听战歌了，让我们再次恭喜 EDG！ 恭喜EDG！